红心跳名场面。你男朋友抠吗？有时候吧。怎么个抠法？你怎么问这么隐私的问题啊？妹妹你听我说呀，哥哥我是真的爱你，请不要再对我三心二意，我对你可是死心。哎呦你妈！洗澡的时候，有一个男的突然闯进了你的浴室，啊，然后你的浴巾这时候掉了，啊，这么刺激！你只能捂一个地方，你捂哪里？你就是捂哪里？当然是捂眼睛了，这种事情。哦，捂自己的眼睛，捂他的眼睛啊，捂他的眼睛。好，我给他的眼睛捂上，然后他就这样。这把小尺子是干啥用的？这是小飞尺，买给你的礼物。后来觉得不合适，就丢咱闺女房间上了。买给我的礼物，这上面刻度也不准，误差这么大，我要它有啥用啊？它应该能帮你找回自信。找回自信？你是暗示我的个子矮吗？哼，自己还不了解自己。你手法挺好啊，哪买的呀？我刚擦一个脸。哪放房间啊？就这块。还有股蛋子香味啊，真不错啊。这不是擦脸的。不是，不擦脸的擦哪儿的呀？这么软的毛巾。敢找吗？你敢找擦哪儿的吗？反正不是擦脸的。不是吗？怎么晚了？我工作。有人。哥哥哥，真是女人，女人是硬的。这冬天的话，我得给你找点，我得给你挪回去。是。这什么？我也不知道。谁？你唱？你不知道吗？说，谁的？不是你的吗？我穿这个吗？你屋里还别画画嘞？咋了这是？又吵架了？看妈妈给你买的新衣服，好看吗？这给谁买的？给我伯伯买的。给姑买的？啊！你这你不是有病吗？大冬天你给我买个裤头子干嘛？你不是有病吗？这不是个小裙子吗？